长发飘逸的女模以浪花为背景摆拍，外拍写真中常出现的场景。艺术家吴佑欣以独特的水墨技法描绘出有如照片般真实却又带着主观意识的水墨画作，交叠出影像时代中真假虚实的世界。艺术家有时候很像哲学家一样，我们会想要去讨论什么是本质，什么是真实，这些东西。那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我们这时代，不管是在手机里面、网络里面，还是那些社群 网站上，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很多这些影像，这些照片，漂亮的照片。那很多可能是真的，但可能多数我们都知道那都经过修图，它可能不完全是真的。那但是你说它是假的吗？它又在某种程度上，它又表达它真实想要给大家看到的样子，它又可以表达出我们这时代的审美啊，审美的偏好啊。还有呢，很多时候呢，它还会展现出我们最真实的欲望，最真实的人性。所以呢，它在这个真真假假、真实跟虚拟，然后这个一体两面的这个状态底下，它是充满着一种哲学的辩证的张力。所以我对 这方面的东西会特别的有兴趣，也想去表达它。跳脱传统水墨画创作主题，吴佑欣的作品有着一贯的精致与时尚感，试图挑战水墨画的极限，却仍保有传统水墨画中结合诗文与图像的特色。水墨画里面他一直强调一件事情是，或者说他有一种特殊的审美啦，除了图像之外，你还要有文字，还有属于自己的那个 logo， 我把它解释成是一个 logo， 然后图文它才能够共构成一个艺术的语境，就是说你不是只有看一张图去谈论它的艺术，你要结合它里面的诗文，它那个整个境界才会出现。那像这件作品的话呢，上面那一首英文诗呢，是拜伦的诗，我记得中文的翻译是我们将不再漫步于什么地方这样子，那我觉得那首诗蛮美的，象征的一个，或者说他在探讨一个逝去的东西这样子。那所以呢，上面的字啊，就好像刚好被海浪给冲过，所以很多字方是不见消失的。不过还是可以读得出来说这首诗原文是什么。吴佑欣的世界融合目前在晴山艺廊展出，这幅名为《驶向无风带》的作品之后也将会在台中艺博会展出，希望传递在疫情下人们能够挥别过去，勇敢面对未来。记者林习慧台北报道。